Hello，Hello， 我是慕尼，今天要来介绍八月一号赛马娘最新更新，推出这个重量级速度资源卡北部玄驹人权树卡小北哦。但重要的是，这张卡一定要满图啊，才是最厉害的。如果真的不能满图，也至少要三图哦。这张卡也会是一周年前最强树卡，非常百搭好用哦。那小北好在哪里？最具代表的效果就是满图50级后，小北除了双经济以外，最强悍的就是那擅长率涂满100%，所以单抽一张小北擅长。率才20，数值啊是比 SR 还要烂哦。满图还提供35点的初始羁绊，速度训练附属的就是力量。满图小北的力量加成加一非常好用，受各个加成影响。满图小北友情加成有25，干劲效果提升30，训练加成15，训练效果还算不错。双经济也是让小北无论在竞技场或者是大赛出场率都很高。由于领头类的技能比较多，所以本身玩领头马的跑法更是不能错过，而且还能获得打折的技能。另外，它的连续事件一和连续事件二还能提升干劲，随机事件还能获得擅长训练 buff， 在 URS 时期算是非常好用了。另外，不抽满图小北用借的也是可以。那你这一年内其他强力资源卡就不能借，这样的话要氪只会更多。三图只能说可以用，但不建议。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预成配卡，小北这张卡都是100%的上场率，强收益高上场的卡，最好是让它完整发挥，不然这里少一点，那里少一点，累积起来就是很大一点。如果无氪微氪没什么氪金，想省钱可以考虑转身刷满图小北，就是比较花时间，要从头来过。不过这里要刷也要有效率的刷，这里也教大家怎么样效率的速刷小北。首先到电脑安装下载雷电模拟器，网址我会放在说明栏跟置顶留言。先下载赛马娘，然后先不要启动游戏，打开桌面的雷电多开器，选择复制模拟器，数量就看你要一次刷几个。启动复制好的模拟器，点模拟器，分别登录不同的信箱账号后，就能点右边的工具栏同步器，选选后点击同步，然后开启游戏，开始速刷手抽啦，效率超棒的。如果没抽到，就到右上角选单，然后选项，然后最底下删除使用者资料，就能重新刷手抽，是不是非常简单？那就祝大家可以赶快刷到小北吧，加油啦！这部影片就分享到这边，我是慕尼，我们下次见，大家拜拜。